Hello，想要放点音乐呢？什么好听的歌呢？晚上好。好吃，这是我最近吃的最饱的一顿饭。今天分组了，对，绝了！我们这组有超人气选手，是真的超人气选手。谢谢皮卡丘的桃花风铃，祝你桃花朵朵开，谢谢皮卡丘的爱心气球，祝你哈哈哈！怎么不想桃花朵朵开？有桃花了，所以不想桃花朵朵开。没有没有，那就桃花朵朵开，都不错。今天我们分组，场面相当好笑。想好啦，空山新雨后，就是大家坐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拍东西嘛，今天，然后就所有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然后和那个重庆、广州、北京他们连线，像上那个网课一样，大型网课，然后就一组一组抽签，然后我们俩抽到了，我们俩手气真的很差，谢谢小鱼仔的大闪，抽到了我们俩本来最不想要的组，但后来想了一下也还行，也就这样吧，就是一切都是天意。但是我们那一组有大 top，死亡之组倒也算不上，多大？很大。钱，你们应该很早就能看到我们。后来我们想了一下，好处在于就是有我们想跳的歌的话，因为今年人很多，就是万一就是如果我们在很后面，然后想跳的歌人家跳了，我们就会有点纠结。但如果在比较前面，就可以把我们自己想跳的歌就赶紧跳，这样。对，就是怕撞，到时候就会纠结。虽然说我也不害怕和别人跳一样的歌，但是就是还是会，肯定还是更希望不要撞歌。然后今天我们俩就是，因为今天我们不是私服拍吗？谢谢小菊花的大闪，然后就穿了私服，然后去拍。结果上了那个拍圣鞋的地方，然后我们那个哥哥看到我们俩拍两张之后，哇，他那个感觉他就是灵感爆炸，然后对那边疯狂夸我们两个，说和我们很搭，那个景，然后还说看故事感，大片，就疯狂夸我们。谢谢安森娜的草莓蛋糕。就是因为其实我原来想的是说，感觉比较适合我们两个的衣服，然后就很搭。谢谢天蓝色的你的草莓蛋糕，谢谢好多的星空。就很可惜我没有，而且我们看了原图，就可惜我没有把那个原片拍下来。
谢谢 PH7 的草莓蛋糕，谢谢气泡水的抒情。对，也拍了拍立得，拍立得是在棚里面拍的，然后那个是去楼上拍的，就那个写真，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谢谢 Jeff 的48个大神，这真的很好看，是我好看到让我疑惑一下，哇，这居然是。等一下，谨慎发言，这居然是我们公司给我拍出来的照片。谢谢张张的草莓蛋糕，可真棒，八可真棒，就是。就这个水准你们懂吧，让我谢谢蓝浅的信封，让我哎哦哦，不过那个摄影师我没有见过，他可能是外面找来的。谢谢小鱼仔的大神，然后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拍这个景的风格是会什么样，反正我们俩我觉得很大，特别大，有一套两套都挺大的，就出来了之后你们可以看到。可惜就是因为我们俩赶着下去抽签，我没有拍那个底片深写，对，应该是深写，不只是进修了的程度，就是就以前我们拍深写就两个人站那儿，然后这样就是站着，然后摆个 pose， 帅一点，美一点之类的。对，搭个肩，互动一下，碰一碰。然后今天后面有一套给我们拍出了故事感，就属于那种要走，就是一个人站在那儿，然后摄影师会说你从他身后走过去，就是你们懂吗？动起来了，就这个画面它是带了那种行进感的，而且就很搭我们两个。我们俩今天穿的，给你们看一眼我们今天拍废的一张拍立得，虽然夜景很好看，但这张是因为我觉得拍的不好，然后我们自己留着的。谢谢小鱼仔的生日吗？可以看的吧。反正这个拍立得最后也不会到你们手上，只会在我手上。不能看的是会到你们手上那几张，你们放心，每一张都比这个更好看，因为这都是我挑了觉得不好的。谢谢睡睡的草莓蛋糕。看着就挺有意思的。谢谢飞车的草莓蛋糕。这为什么不能说？为什么不能说？没签保密协议就能说？谢谢轻松熊的桃花风铃，谢谢，祝轻松熊轻轻松松找到命定的桃花。不要哦，那祝你没有桃花。啊，不要，不要！谢谢翔哥的大闪，谢谢睡睡的权杖。啊，睡睡，请点歌。就是你要等一等一等。可以呀、啊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我祝他早日找到桃花的时候，他说不要。
好有脾气。你想想不急，因为一时半会唱不到，你就点着啊。还挺叛逆，行，看来是这种一般都有故事啊，要不是已经有了，所以爱要不要，然后要不是一些理由，谢谢浮夸的信封。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一般会那个感谢和这个礼物相关的，这个情人节礼物，我就会感谢一些情人节相关的内容。像那个春节的时候，我不都感谢了你们什么报复之类的吗？我们俩还准备就是明天得出去拍点东西。因为后面几天都是，要不是我公演，要不就是他公演，就没有时间。啊，今天特别好笑！谢谢 PH7 的桃花风铃，祝 PH7 在新的一年。在新的一年，要桃花的是吧？好好，桃花，要桃花，那就祝你有很多很多的桃花，挑都挑不过来，看花眼。今天特别好笑的是，就是因为我们俩去的不是晚了吗？谢谢贝尔克洛夫斯基的信封，因为我们俩。在楼上拍那个，然后那个摄影哥哥灵感大发，我们俩就一直在那走走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上去了之后，然后旁边坐的是杨姐他们，然后杨姐就问孙雨珊说："那你们俩谁跳男一呀？"然后我就在旁边。然后我心里想，输在了身高。对啊，他高，他高高我不是一点点，我原来以为我们俩差不多，后来发现他高我五六公分。5、6厘米，他170加，是吧？我原来以为我们俩差2厘米，然后我想说那增光鞋垫不是问题，后来发现，蛋糕我挺多的。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杨姐居然问出了说："那你们俩谁跳男一呀？"感觉就是她很困惑的样子。我没有想到我们俩能让人产生这样的困惑。两个花也当然可以挑，那可太能挑了。
然后，哎，完了，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，忘了。对，我的头发，但我准备再，因为是那个理发师让我再让它长一点，因为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短。你看，其实它才到这儿，就是这一段太少了，它不好染，就是最好要再长一点。要啊，要不，因为我还想金发一段时间。而且今天我们拍那个照片，看了就很好，因为正好我是金发，他现在是黑头发，就拍出来就，啊，我真的好喜欢今天拍的照，真的好喜欢，就是很喜欢那种原片直出的程度。什么时候发出来？我不知道，问吧。对，因为可能是因为原来没有料，没有就没有期待。你们原来是对这个东西没有期待，因为我想说，嗯，就是还能拍成什么样呢？不就是那样嘛。然就这个心理，原来就是就这样，好看就行，反正我拍出来会好看的，所以好看就行。然后没想到居然给我拍出了点东西，但也很好奇其他组就是会想看，因为我好奇他后会怎么修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摄影师是不是花钱请的，我不知道，只是我觉得他不是很眼熟。有两个摄影师，一个摄影师是眼熟的，就平时给我们拍深写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我没见过，但是不一定，因为我没见过的人多了，我也脸盲，我见了一次我可能会忘记他。然后不是我可能会忘记他，是我就是见了一次，我就是会忘记他。然后，有可能那个摄影师我见过，有可能是我们的，然后只是我不记得他了，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啊。好看，肯定好看，给你们保证。而且我觉得还好是金发，要是我们两个是黑发就没有那么有故事感。是吧？我也觉得黑金很配，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俩今天穿同色的衣服，然后如果发色再一样的话，两个人就会拍出来会有点雷同，你知道吧？就除非你们俩搭不同颜色衣服，但因为我们俩搭了同色的衣服，然后如果你们发色是两个不同的颜色，黑色金色，就会拍出来效果就会好看。金毛，我也喜欢金毛。而且就是金毛和黑发就是感觉给人的感觉会比较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你们
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我觉得我黑发的时候会乖一点，但好像大家都是黑发会乖一点。嗯，看脸吗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黑发，看起来更善良一点。看上去善良一点，就是。善良，你们懂吗？沉稳，嗯，反正就是那一类气质吧，会更稳一点的气质。金发的话就。B2，为什么一定要看？我今天还在 B 站上刷到了那个 V2 看火柴梗，我黑发是吧？因为你染了一回金发就不想，很伤头发，所以就要保持住。觉得咋样？没咋样。你说 V2 吗？看完有什么感觉？我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就在看自己跳的。观感上的话，可以，但没必要，就是。19号公演，云姐来吗？我不是云姐，我不太清楚。你可以去其他地方玩。谢谢 Ree 的爱心气球，祝你新的一年爱心满满，有很多很多爱。然后 VR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可能，我还是觉得和现场当然就是差了点意思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如果确实是没法来现场的人。有这个 VR 对他们来说挺好的。但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做的还没有那么的好，还是挺让我跳戏的。不过可能是因为我是用手机看的，人家看 VR，就和你自己真的带那个 VR 镜头看是不一样。因为我玩 VR 游戏，我觉得那个真的蛮真的，但是我用手机看就肯定相对会觉得，是吧？那个黑镜不是有一个，有一篇就是，也不是说 VR 的，就是类似这种。就是说，以后可能人类就是做什么都可以，你就不用，根本不用出门，你就待在你的一个小房间里，甚至那个活动范围就是那一个房间，但是你什么都可以通过
这个东西去看。已婚男人出轨那集，好像不是，是就是他们攒积分，那是黑镜第几集我都忘了，攒积分，然后就待在一个房间里。对，骑自行车，对，那集。骑自行车，那个主演是个黑人吧，我记得。对对对对，我都两三年前看的。哎，我想就是我们再说一黑镜里面的一集。嗯，它是，就是它每一集是独立的一个小故事，何止两三年，五六年了，我居然还能记得。但黑镜我比较印象深刻的，也就现在还能记得的，也是那几集了吧。在哪儿看？别问我，我说了，我看了五六年了。真好，真羡慕。我也想有一个，就是我想看什么都能给我找来的朋友。这简直是我的曾经的愿望。我曾经就希望有一个人能给我找那种电影，就是那些乱七八糟很难找的那种国外电影。我想看的时候就最好能直接给到我。但现在就，哦，因为我看电影的需求量下降了，就没有这种执着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想再把我前面的头发剪短一点，我发现剪头发会上瘾。因为你们看啊，我现在是层次是这样的，就是。我现在有层次，就是我最长的长度在这儿，然后呢，我前面的部分是在这儿，就是在这儿，然后我就在想，要不要把它再往锁骨上面剪一剪。还是说让他再长一长，因为现在在跳幻镜，也没有什么太女人的歌。谢谢不男的草莓蛋糕，我感觉这个长度都可以，但是我就是。如果全头剪到这个长度呢，就很尴尬。如果穿裙子，更大环境。我也是剪了头发，发现更大环境，甚至更大就是火柴梗。虽然就是对出棉是女人。但一时半会儿还没二十场呢，对，还换不了。主要是我觉得我跳女人是怎么都能跳的，但是呢，这样的发型会更搭幻境的气质一点，因为幻境衣服很
多，知道吗？就是，然后如果你头发很长的话，就会有一点点不利索。我个人感觉，我是这样的。我也有点不敢剪的，说实的，我怕那个托尼就是发疯。这个很好喝，西柚味的，我超喜欢西柚味的饮料。对，托尼真的很重要。因为不是有些人会，就是如果说心情不好，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就会想要去换个发型啊，巴拉巴拉之类的嘛。但是有时候怕的不是就是你发疯，我是属于那种，我可能心情不好会想去换发型，但我绝对不会换那种，就是不会说突然换一个非常神奇的那种发型。所以说怕的不是你发疯，怕的是托尼发疯。第一场看我头发有点点不适应，过年过完年的第一场，为什么不适应？对，所以我一般去理发店，我都会就是一上来我会，其实我不是一个和人说话那么强势的人，但是我上来我会装得很强势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少剪一点，这样他就会知道说哦，啊，你好像对这个很严苛。然后他就会剪的时候就会真的小心翼翼一些。如果你一上来就直接坐下，就是剪一点，那你就等着吧，他就给你比想象中短。因为我觉得这既然剪了，稍微多剪一点，我长发很久。对，然后但我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太。我可能看起来是太在意这方面的人，导致那天给我剪头发那个托尼，他真的是剪一丢丢，然后就说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剪一丢丢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看一下这样呢，要不我给你吹干了，你看一下，然后要不我先给你吹，你看一下长度再决定吧。就是他到后来有点过于恐慌，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于，我看起来是这么强势的人吗？我看起来是那种很容易突然发疯的类型吗？他就到后面就觉得很畏惧，我会跟他生气或者翻脸，然后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是只能说我说可以。我也觉得。但确实那次他给我剪的我很满意，因为他把我的层次剪得和我想的完全很棒，就是一样。因为我要那种从前到后的那种层次，他就剪得很好。剪完就想哭，那你就像我说的一样，你上来的态度就要让人知道你很在意你的头发。背景音乐是急救中。就是你要让他看出你的在意，甚至让他觉得你非常在意，就是你是那种会因为一小点，不够完美就暴躁的人，然后他就会给你剪得很小心。就是可能我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在乎我形象的一个人，确实我也是这样的人。然后他就那天就很真的剪得很小心翼翼。而且我那天很明确的跟他说，我要这个感觉，我前面要到这儿，后面要到这儿，这样这样，然后他就会知道说啊，你是一个，你有很多想法这样。
而且我有时候凶起来可能看起来是挺冷的，所以他会就是那样吧。现在好揍的五个大神，但我后来，其实我春节过年期间我还自己剪了一次，我把我发尾又剪短了一点。对，我自己剪，因为我审美很好，你们就不要轻易效仿。谢谢小狗的蛋糕，谢谢小狗的口红。谢谢小狗的竖琴。妆好看，嗯，那当然。谢谢小狗的信封。今天吗？哦，但可能因为今天是因为不是公演，因为有时候公演就会话比较重，然后直播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很重，但是公演镜头很吃妆。像今天我是因为今天只是拍摄，所以我就画的下手会轻一点，你们直播也会看着，就是这是一个社交距离正常的妆。但如果我公演下来直播的时候，有时候妆你们就会觉得有点重，因为那是公演妆。就是不一样。镜头真的很吃妆。最近睡得好吗？嗯，就这样不好。但我已经放弃挣扎了。今天眼睛有点难受，是为什么？是为什么没痛的原因？今天还连麦吗？不连了吧，连谁呀？有什么熟人在吗？没有太熟的人在。我不想讲话，不是不想讲话，就是内疼。嗯，
但其实我有时候不太喜欢自己戴美瞳，因为我戴了美瞳就显得眼睛很圆。好，我一会儿晚上看，晚一点，可能凌晨的时候。我能不能早点睡？Maybe。调整调整吧。谢谢不难的信封。主要是我一躺下就会想很多事情。先播到几天，一会儿，播一会儿，没想好播到几天，还有话说就多播一会儿，没话说就下。哎，我在想，他们那些就专业做主播的人，他们要是没话聊了，他们干嘛的？好好奇啊。谢谢欧欧的草莓蛋糕，跳舞。因为他们不都是什么播三四个小时，甚至更久的吗？就主要早睡这件事情啊，不是你想要早睡就可以早睡的。如果你想要早睡就可以早睡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失眠和等等相关的东西了，是吧？你说他们那种播6个小时，他们在干嘛？有时候我会特别好奇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。我有时候会特别好奇一些其他的职业的一些行业运转是怎么运转的。就是我关心，我会想知道他们就是一些内部，就是比如说，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会去怎么进行这个工作。就像之前我们有段时间浪菜去杭州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很好玩儿，因为他们那边真的是专门搞带货直播的团队，就他们那个套路那一套东西，就是，哇，真的很神奇，就是，对，就他们肯定会觉得已经枯燥、已经无聊了，因为每天都在重复那个流程。但是，你刚接触的人，反正对于我来说，因为我好奇心很多，我就会觉得，他们很神奇。我去年过年，是吗？我已经忘了，我记性很差，前两天发生过什么我都不记得。然后我记去年过年。拜拜。
把热爱变成职业会更长久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看人，就是有些人是一定要把热爱变成职业的，有些人是把热爱变成职业了之后反而不长久的，看人。真的吗？我去年播这么久吗？我已经忘了。我这个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发现我不太记这些，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其实自己已经。就是不记得了。谢谢 blue blue 的草莓蛋糕。契约精神比热爱重要，契约精神很重要，但热爱也很重要，还是看人，就是看你这个人更吃哪一套。看你的信仰、价值取向。想那么多，想那么多和记性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吧。谢谢 LUDWIG 的大神，因为我就是那种，其实我是那种很敏感的性格，所以我是一个很容易想多的人。谢谢在天上的草的巧克力，我以前还看过，就是。这个是很玄学的角度，就是那个大师就说，但是他说我这个也有好处。他说，但是你就适合做一些自由职业，然后他说你适合做艺术行业，他说你造诣会很高，他说就是因为会有很多想法，而且在这方面就是很容易悟。就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透的人，而且他说我天生就是做这个，他说我就是做这个的，就是好像我的那个八字里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很偏门的那种类型，就有些人他可能是比较居中的那种。就是说啊，这个也有一点某一方面，那个也有一点，那个也有一点，那个也有一点。然后我就属于那种非常偏的类型，所以就是有好有坏吧，我觉得。但是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学的这个，就学的是这一行，这一个大方向，我不可能去，我生命中。我也没有兴趣做别的事情，真的就是他说我是那种非常，是什么来着？反正我八字里有个什么东西很多很多很多，那多到扑出来的那种。所以这种就会有好有坏吧，就是如果你，如果都比较均衡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明显的优缺点。没懂什么是八字，你找人算算就。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因为我想了一下，
如果我的高中学的不是，就没有在高中就接触这一些的话，可能我还有可能会想到，比如说因为当时我考大学的时候，我妈都还想着让我考金融方向，就是会做这一些相关的。但是因为我从中考就考的这个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就等于我到现在活了多久，我到现在活了20几年，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接触这些，所以我肯定是会做这一行的。这么一想，这个玄学还挺准的。我是文还是文？我对金融有兴趣吗？没有，完全一点都没有，一都没有。你想，我中考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这个高中是要考艺术再考文化的，我中考就想着要考这个高中，所以你说在我高考的时候然后突然变方向，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，而八竿子和我打不着关系的一个东西。而且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人不同的价值导向，就是看你能从什么里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，或者说你觉不觉得这些东西重要。如果说你觉得我得从这件事里获取成就感和满足感，这件事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，那你就会去找这个事情。如果说你不觉得满足感和成就感是必须非常重要的，你觉得其他东西更重要，比如说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，或者是之类的，你就会去那样做。但是我觉得能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的人才是少数。而且不是很多事情，其实不是说你非常坚定的知道了我喜欢什么然后才去做的。因为我觉得这是能这样的话是命运的馈赠，是，而且你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才有可能。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是你可能一开始不一定那么的喜欢，或者说只是啊有点兴趣，然后呢又机缘巧合可能你正好啊做了这件事儿，然后慢慢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流程。我觉得如果一上来就说哇我巨喜欢这件事情，我这辈子就是做这件事情了，这难道不是理想主义吗？我觉得得有多理想主义才，而且你得又理想主义又非常勇敢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没有一些其他的阻碍，你才有可能是这样的人。就是少部分人，这是少部分人。只是幸运儿。谢谢祥儿挖秃云云的52个大闪。但是其实可能一开始并不是这么喜欢，并不是这么坚定，但是随着
做着做着，时间过去，然后一些机缘巧合的推动，然后你慢慢变得更加的知道为什么要什么，怎么样。我感觉这是一个大部分人正常的正向的状态。播到再播两分钟。我口红被我吃没了。这是为什么会？不涂了，我都播到这会儿了，不涂了。他怎么会自己单独在这儿呢？别羡慕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这个叫急救中，谢谢张张的两个玫瑰，谢谢气泡水大闪，拜拜，过两天见，早点休息，谢谢可爱的口红，拜拜。